yine var.行吧，但是12点车关啊。啊？你等车，你待外边培养队行啊？你待外边培养队，他等会儿就哈着往里边放车。哎，你就跟着往里边进。不是北门吗？5号门吗？不是。 哎，很多车都在排队是吧？都是外地的，哪里也有是吧？哎，那就对呀，排了2趟是吧？啊，咱12点多就开始往外放车。我等会儿我就打包装，打包装以后我就找人把咱们的蜡烛去，咱去咱不用上站关里边来，咱在外边直接坐车咱就走。哎，你要啥时候你进来玩玩行啊？我这W4关啊。 哎，你进来以后右转，哎，人进来没关，你的，你上站关里边来玩玩行啊？哎，站关里边W4关，在W4关里头是机械关，就这个关里头是机械，所有的木工机械。进来以后，我在西南角上。 哎，你一看就行啊，我那咱快接触滨州市户村疏通设备。哎，你走的。哎，好嘞，过来玩吧。